口的都要来赞美你，主耶稣，相信今天早晨你给我们
一说话拉苦担重担的人来到我面前，我就是他的安息。主耶稣，这是你的应许。主耶稣，是的，没有一个忧患你不能背负，没有一个痛苦你不能担待。主耶稣，我们把一切交托仰望你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当我们眼目完成交托仰望你的时候，当我们在你面前完成认罪悔改的时候，相信你给我们铺的前面是一条恩典之路，是盼望之路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我们一生一世都要来跟随你，一生一世都要住在你里面，你让我们成为我们的居所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因为你是我们的大牧者，是我们生命的亮光，是我们生命的拯救，是我们生命的盼望。你也是我们四维的盾牌，我们站在这里昂首高过四维的仇敌。主耶稣，真的仇敌要蒙羞退去，我们从你而来的力量，哦，从你而来的哦真光，哦真实，哦主啊的光照亮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。我们走到哪里，我们哪里就有光。阿门。父，谢谢你，黑暗就要离开我们。阿门。主啊，我们不单单个人得到这样的恩典能力，我们的家庭也会蒙恩得救。阿门。谢谢阿爸天父，我们把一切交托仰望你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因为你是做完掌权的主，你是那独行其事的主。主，我真的不得不说，你真奇妙，你真伟大。主啊，不论我经历的高山低谷，我相信我的主是爱我的主，他会真的拥有他的恩典伴随着我每一天。他的恩典真的是哦，伴我走着人生的每一个台阶。哈利路亚，谢谢主给我这样的信心。主啊，你求你更多更多的信心浇灌在这里，哦，浇灌更多的弟兄姐妹身上，让更多更多的人来得到你的属天的能力。哈利路亚，谢谢阿爸天父，谢谢你主，我们赞美你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你说要欢迎耶和华为乐的，你所只求的，他就将赐给你。阿爸天父，谢谢你每一天给我们的喜乐平安的灵浇灌下来。哈利路亚，我们靠着你就可以得到喜乐，得到平安，因为你就赐下一切平安喜乐。哦，主啊，真的是源头。主耶稣，我们爱你，爱你，感谢你，生命的活水不断的，哦，主啊，真的在这里涌流，让我们生命不再一样，让我们的生命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叶子不也不枯干，按时结果子，把我们手中所做的尽都顺利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你的应许从不落空的。哦，主啊，你是所有就有的主，你是命里就里的主，你说凡祈求的，哦，主啊，你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开门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阿爸天父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哦，主啊，我们放下一切，我们单单的来仰望你，我们单单的来敬拜你，单单的来赞美你。谢谢阿爸天父，哦，主啊，谢谢你用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敬拜赞美。哈利路亚，我们现在这里是现在我们的心灵诚实在这里的。阿爸天父，谢谢你不断的赐下你的灵来感动我们每一个人。主耶稣，陶造我们，让我们真的是与你更加的亲近。主耶稣，让我们每一天真的是如同葡萄与枝子一样紧紧的连接在一起。哦，不论我们做
真的要从我们个人做起。主啊，我们看到了很多很多不好的，但是我主，我们把一切交托仰望你，我们一颗愿做的心，求你帮助帮助我们教会，哦主啊，建立起更好更大的信心，复兴起来，让晨祷变得不再一样了。主耶稣，兴起来，这是你所设立的祭坛在这里。主耶稣，谢谢你带领更多更多的人来到你的面前，哦主啊，向你献祭，向你敬拜，向你赞美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我们活水的圣教会是你所拣选的教会，是你所设立的教会，这一切都要交托仰望你，因为你在这里做完掌权，阿爸天父，我们把我们的牧者完成的交托仰望你。主耶稣，你给他更多更多从原来的智慧交给他，哦，更多更多喜乐平安交给他。主耶稣，谢谢你爱他们。主耶稣，你让他真的是，哦，主要有一颗心，哦，安静在你里面，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靠着你能够如鹰展翅上腾。哦，主要让他的脚步如母鹿的蹄，温馨在高处。哦，主要不受任何恶者的哦搅扰。主耶稣，谢谢你阿爸天父，你挪去一切一切的哦不合你心意的，哦，一切黑暗权势都要离开这里。哈利路亚，我们一颗合一的心，合一的心来建立这个教会，不单单以流行的无形的教会都要建立起来，复兴的火要在这里燃烧起来。哦主啊，真的是，哦主啊，烧尽我们，炼尽我们。哦主啊，谢谢你阿爸天父，感谢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你，再一次同心合一的来宣告，耶稣就是基督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一切问题结束了，撒旦魔鬼退去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让我们被圣灵充满。谢谢阿爸天父，你爱我们，我们真的是靠着你得胜又得救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你，谢谢主，谢谢主。孩子如此感恩祷告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。阿门。哈利路亚。
谢谢你的包围，感谢你们，你保护我们，爱光转我们，谢谢你帮助我们。我对那个买单，我在那个外面，我对那买单，还是那个蓝教，清楚你的荣耀，还是那光的光，奇妙，奇妙的奇妙，更加赞美，感谢赞美你。我就为有你口呢，我教会，我就为有口呢，大山，怕你，大山大山，大山高，大山有大山，是大山有大山，大能对，怕你这个光转弯，怕你帮助我们。三句嘛，一口呀，上边的孩子又有盼望，一口大山，盼有大山，盼有山，这个相信的人就有福气，相信的就是有福气。三句那个爱，谢谢大家的帮助了，谢谢你帮助我们。我太听到，因为以内个爱，关系我内气味，愿一切寻找你的，使你高兴欢喜，愿那该你救恩的山说，伟大。上次你是伟大的神，你是最伟大的神，感谢你是最伟大的神，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，把那个酒帮助我们，靠你帮助我们，贪婪极了，我们活着天天感恩，天天感恩，赞美我的神，神啊，厉害，我高山，我长相的祷告呢，我们都来上长相的挂灯呢，来个唱诗歌颂你。我天天要听酒呢，我天天要站在这个床前打开呢，我打开呢，我的重新打来，就可以靠你重新得力，有了有个欧巴，就是你，我都给你是一个心道的人，你是我心脏的人，感谢靠你帮助多难，凡事靠你不难，靠人靠山，帮助的靠山，凡事都能，山啊，你让祷告的山，你是大祷告的山，祷告。推呀，那个祷告，我回来都不那个。每句话都不落空。满眼满眼是那个山，你永远永远是我的山。满眼像个丈夫呀，妈妈。你是我的丈夫呀，妈妈。下山的，谢谢。不孤单，我不孤单。这样，坦坦平平的，在你面前开开心口的，对同胞同意相信的，全心全意相信的，帮助那个，完全信的山嘛。你帮助我。下山的，谢谢我的生命，谢谢你们的。你跟我们谈谈回忆啊，我们天天和仰望山，仰望山，大海山，大海山就是大山，大海山就是大山，你拍出那个玩意儿，所以你会看这个形象，那玩意儿呢，我追求呢，我谈谈追求呢，天天需要你有呢，我不孤单，我不孤单，你要妈妈帮助的，但是你要妈妈帮助我，一心的相疼，一直为什么把伟大的队，赦免我一切的罪。我这对，赦免我一切的罪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爱我的们，我真真好感谢，我感谢真的好感谢，感谢赞美，感谢感谢赞美真是，感谢万万个主了，感谢万万的主，哎，想想我们们，想想古老们，就是有天常常想念我们，有太太仰望山，天天要温水，哎呀，一口山，天天一口水，仰望山就大了我们，仰望山就大了我们。就重新得力，我爱你，我太太爱你，我天天爱你。我每代人都各你的帮助，是每个人啊，每个善良的理解我，各个善良的承诺。好，圣灵来运作，来充满。我要那个善良的承诺。让圣灵来充满，所有需要的你，充满所有需要的人，理解。各个善良的理解，各个每一个孩子，各栏目要休息。好，每个孩子休息。有三个个心爱的来，每个孩子圣洁的心爱荣耀。感觉要善感，对的，并且要圣洁，安住你的光，是救了我们，照亮我们，一个心转，照亮你的心，就为是下这个山，教会是得意的心，下这个山，善感的心来感，得意的心，圣洁的心，善感的心，圣洁的心，对有个善，一个心向的感感，只有善感，只有圣洁，感恩，感恩，赞美，赞美极了，常常喜乐，感恩，常常感恩。这个善，爱我的父，爱我的耶稣，爱我的子善感，帮助一生洁，孩子一生一生要善感，孩子一生一生要圣洁，感谢赞美，天天要感恩，天天感恩，天天赞美。我给买个家，不是我做的，我现在感受不是我自己，也是耶稣基督在我里头，爱我们爱到底，爱我们爱到底，让个心都感有这个保护来帮助我们。在十架上是保险，帮助我们。多的满坛有三个，每个孩子都是满坛有三个，永远永远圣洁。一生一世跟随你，一生一世合一的心来爱你。主啊，我主啊，我真的好需要你。
太太有依靠你，太太有仰望你，仰望你，仰望你就是二分位，三有盼望，仰望你就是个盼望，三有三干。你生我能生，我有三干，我要圣洁来荣耀。教会为孩子有三干，教会大家圣洁，三爱呀，三爱的祷告，让我的呼求，你谁给我祷告，听我呼求。对，将我亲近呢，我对你等下有依靠呢，依靠他，依靠他，全靠他，而且赞美我的神，赞美我的神，因为。帮助我的母亲，牧师师母，太太的灵魂就是天天的灵魂，让整个山林都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向整个吧，让我们神的话，每一个孩子，造就我们的荣耀，来荣耀，感恩到你，要感恩在我为我的父母，爱我的父亲，爱我的师，爱我的牧师，为我的教会，就也当牧师师母来爱我的教会，对三个完整，要太子的完整，要心主荣耀。谢谢对高的一真神帮助我们，需要独一真神帮助我们，谢谢耶稣，耶稣你是基督，帮助我们，天天要等候神，等候神有盼望，等候神就是有福的，谢谢主，谢谢主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不论有多少的孩子来你面前祷告，你都会帮助我们。我爱你，天神的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让每个家人都来爱你，让每个孩子都靠你帮助，有圣洁的心来感谢神。耶稣，你是基督，永生神的儿子，道成肉身，我是神的儿女。一切问题结束了，撒旦魔鬼要退去，我被圣灵充满，我已经得救了，我已经得胜了。帮助我们美国总统，行出你的荣耀，行出你的光来照亮这个世界。哈利路亚，谢谢主，奉主耶稣名求，阿门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我们天上的父，谢谢你，感谢赞美你。诗篇对第三十九章第七节说：“主啊，如今我们等什么呢？我的指望在乎你。”是的，主，现在我们在等什么呢？我们是要等主给我们的奇妙的恩典。主啊，这些诗篇的话语让我们知道，很多人都不愿意接受生命的短暂是一个事实。打个比方说，我们今年是59岁，我们的寿命活到只有70岁，换算来说，一天24小时，我们的人生就是晚上的8点半。求主怜悯，主啊，请你保守我们的嘴巴，不要充满罪咒。人生是短暂的，所有好的事情、不好的事情都会过去。我们有时候会看到谦卑的人会升高，富足的人会降卑，有成功有失败，这些都是小事，这些都是会过去的。主啊，求你保守我们，我们的眼睛要盯在神的身上，因为只有神是永久的长存。主啊，请你赐给我们
的眼睛盯在神的身上，这样子我们就得着平安与喜乐，我们不会跌倒羞愧当中。主啊，请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，翻转我们的时间，翻转我们的生命，翻转我们的智慧，让我们的生命更有力量，更有意义地活在每一天，过好每一天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请你圣灵充满我们的阔水得胜教会，保守我们的牧师师母，保守我们每一个人，每一个兄弟姐妹，每一个人的家庭亲人和朋友，保守我们的地球，我们一切的平安平稳安稳在神的手中，我们一切的得胜蒙约赞美归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亲爱的阿爸父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我今早就是来到你面前敬拜你，敬畏你，主耶稣，主啊，我就是自己认罪悔改，认罪悔改，主耶稣，有了你的爱，有了你的救主，我们天天都要心欢喜你，赞美主，不计祷告，凡事谢恩，主耶稣，感谢你，因为有了你，有了你，我天天有仰望你，有靠着你的话语，就是我最大的，就是撒旦这个魔鬼退去，我觉得自己心里好平安，天天都有主给我们同在，有主帮助我们怎么祷告。我虽然不会祷告，也需要主的圣灵来帮助我，我要跟随你一步一步地向前走。主啊，我感谢你，赞美你，你是我的主，我的一生生命都交上给你恩手上，我也愿意我的奉献给你。主啊，你是我最伟大的主，主我在我的心里，我最有希望，就有安慰我的，在有了你，我的心有千难万难都属高上你的十字架上，我都得到自己好平安。主耶稣，我天天仰望你的话语，仰望你的爱。主啊，你的爱真的对我们敞阔高清，我也愿意我的家三个孩子高上你的恩手，按照你的旨意。主啊，有了按照你的旨意，每一样都是好的，在主的里面没有难成的事。主啊，感谢赞美你，主耶稣，我真的爱你主，永远爱你主，爱主。主耶稣，你也保守我们做什么，在地上的仆人驾什么车做什么工，你都要保守他平安。主耶稣，因为我们都是为主的活下来，都会天天有喜乐的心赞美主，都有靠着主。主耶稣，靠着你有话语，有力量，有你主就是我们的山寨，就是我们的救主。主啊，有你还需要什么呢？有你我心里就满足的，有你我天天就是想你的话语，想你的爱，我们想你的主耶稣，你都保守我们教会，保守我们弟兄姐妹牧师父母
身体健康，带领我，带领我每一个人来到你的面前来认识你，我真的很开心。这个教会很高兴，这个教会是我们的家，我们的家，我来到我的家，心里就得到和平安和安静，有主的力量，有主的帮助，有主的依靠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。以上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主啊，我感谢你，感谢你在苦难中能够学习忍耐，也感谢你一次一次的引领我，让我的信心在你恩典中可以成长。主啊，也感谢你，我可以随时随地在你的面前敬拜赞美祷告。主啊，这都是你的慈爱，你的恩典。主啊，我也感谢你，也感谢你如同出埃及的子民一样。主啊，感谢你赞美，祷告奉基督耶稣圣名求，阿门。阿门。我们在天上的父啊，清晨又一天的，我们来到的父亲的家中，我们真的除了感恩还是感恩，我们除了赞美还是赞美。父啊，虽然我们有时候软弱，我们不够坚强，我们会被世俗的一些人为事情牵连，而忘记了父亲对我们的教育，我们迷恋世间的钱财，但是父亲你大人的手从来没有离开过我，你总是一步一个脚印的拉拔我往前走。感谢父亲的爱，我有勇气在这么大的年岁，我可以继续的学习我要学的东西。父亲，我目前要做的工作，我把它挂在神你的十字架上。父啊，请你开恩点亮我前面的路，不至于让我迷失了方向，让我前面有一个灯塔，让我看清楚我该走的路。父啊，你在圣经上是这样教育我们，你喜爱公义，恨恶罪恶，所以神就是你的神，用喜乐的油膏你，胜过你的同伴。是的，很多时候这个世俗很多人戴着假面具，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朋友心里在想什么，但是他口里吐出来的也是说我爱你。教会跟教会之间的纷争也是不断的有，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晨祷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有一颗爱我们父亲的心，真的。所以每天我只能跟父亲讲，请你使用我，管教我，每天都是一个新的器皿，从零点出发。父啊，也感谢你，我有一些些的小成绩都是你对我的爱，你的教育，但是
我想要提高我自己的 level， 就是一定要从我自己做起。请你给我力量，给我勇气，让我向着你的标杆走。父啊，请你也保守我们家的思维跟郭婷宜，我把他献上当成活祭，希望他们礼拜天来教会是真正的来听到。感谢我们父亲对我们家人的爱，我们希望慢慢慢慢的走出来，有这么多的人在帮助我，我也希望我有能力也能对这个社会做一点点的贡献。父啊，希望清晨的麻辣能够贯穿我像铁板一样的心。真的感谢父亲，也保守我们活水教会牧师师母带领我们这些成道的弟兄姐妹们，也十分的不容易，希望这个成道能现奇迹，让我们的社区，让别的教会能看到有一个不一样的活水教会。希望我们大家努力，此上的荣耀是归于宝座上的王，是奉我主基督耶稣得胜的名求。